母亲节，我们在天上的母亲，所以生活中天上的母亲就是瑶池金母。这个我叫醒我学道学佛的不是别人，就是瑶池金母。带我到天上去看看我自己的过去式，也是瑶池金母。叫我出来度众生的也是瑶池金母。所以我后来学佛，我还是把瑶池金母当成我的第一根本本尊。所以 Tsubana School 它的源头就是瑶池金母。